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嗯，我这个图腾号是一位我不认识的师兄送给我的。哦，请师父帮我看一下，79年属羊的身体。你自己是吧？是的。那我告诉你啊，你的腰啊，腰这里啊出问题了。膝盖关节经络不通。是的，我是类风湿，然后还有骨头坏死，很严重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的两个腿其实都能动的，不是不能动。是的，是的，我架双拐可以走，在家里可以走，就是疼，然后你的腿但是抬不高。对，只能抬一点点。对对，抬不了。台长可以让你抬得很高，你要愿意不愿意试一下？愿意。你先不要讲话，台长给你治一下啊。好的。你热了你自己就讲啊。好，现在你的腰部这里已经热了，热不热？右腰。是的。现在我把它往下移，你感觉啊，到大腿、关节、小腿，现在这里都有点热了。好，现在你试着抬着右腿一点点开始，好吗？抬，好，好，好，再抬起一点点啊！一二三，三，这么长时间大家看见吗？你问他边上那个人，平时有抬得这么高吗？有这么长时间吗？没有这么长时间。自己回答。就疼的时候不行。看见了吗？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嗯、好，再抬一次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嗯。好，放下。我帮你讲。如果你把身上这个灵性请走，你的两条腿一定能走路。感恩师父。这个灵性曾经在晚上到过你的梦里，你自己回忆回忆看，有没有一个灵性你不认识的，你害怕得不得了，在逃，做噩梦一样。我有一次梦到一个50-60岁的老头，就站在我床边上，就是他，夜里都喊醒了，家里人都听见我在喊，然后他走了。现在知道了吗？这叫鬼压身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这个50-60岁老头，我告诉你，站在你边上还动手动脚，明白了吗？我现在看见他了，他说你欠他很多上辈子的感情，你现在赶紧把他念掉，否则你两个腿动不了。一共要给他念180张。好的，那我是写我自己要经者还是？对，写你自己要经者，等到你念完之后，我会叫他开开心心的来看你。好的，好吧，师父，180张，180张念掉，保证你两个腿就松了，慢慢就要锻炼走路，很快就好了。好的，好了、嗯、还有什么问题？
请您帮我看一下我图腾颜色。属什么？属羊。属什么？七九年属羊的。七九年的羊。七九年。嗯。哦，你白羊。那我应该做成白色是吧？嗯。哦，你很可怜哦。哦，你年轻的时候很漂亮，有很多感情问题，知道吗？很活跃，很能干，能烧饭，能做很多事情。我看你这个羊啊，哎呦，整天往前跑，但是都是一个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所以你这个人会东跑西窜的，过去身体好的时候东跑跑西跑跑，不稳定的工作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。好了，知道吗就好了。师父，功课我现在大悲咒49，心经21，礼佛3遍，还消灾49，基本上是这样，还往生咒49。没什么问题，念下去吧，好吗？好的。吃点钙片，你跟医生查一下，你缺钙，缺得很厉害。你现在要记住，你的腰很不好。是的，腰椎侧弯。你看我跑上来就说他腰不好，他不讲。现在我跟他说腰不好，他说是的，那是什么办法？是的，谢谢师傅。还要注意一点，脖子，这个灵性经常弄你的脖子。全身关节都不好，看见了吧？好了，请您帮我看一下家里佛台。兔子是吧？不是，79年的羊。哦，佛台挺好，蛮好。师父，我家里的佛台吧，我这回准备重新装修，您看放在家里哪个方向比较合适？你家里必须供观地菩萨。好的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观地菩萨已经到你家来护法好几次了。感恩感恩。嗯嗯。他有一次自己痛得不得了的时候，他叫菩萨来，叫观世音菩萨，结果观地菩萨到他家来了。哦。嗯。感恩感恩。好了。师父，你也看一个亡人，子小孙，孙悟空的孙。有没有的有，为人民服务的为，孙有为，97年去世的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眼睛不大。对。现在猜在哪个方向？嗯，你帮他念了很多小房子吧？对，他已经到阿修罗了。感恩感恩感恩，那是我的公公，特别好。感恩感恩。你的公公？对，特别好。啊，还需要给他念小房子吗？他是谁啊？他是你的谁啊？这是我的闺女。啊，你的闺女啊？嗯。你的公公最好你再帮他念点小房子吧。哎，念多少张？280。好好好。念完之后可能会到御界天。好，感恩。你公公人挺好，活着时就特别好，还喜欢中国的文化。对对 对, 对，写书法啦。对，特慈善、公公婆婆都特别好，明白了吗？对对对对。你公公还喜欢养花。对对对对。鼓掌。好啦，你叫你闺女要好好的修。你闺女做了一件不是太好的事情，就是很小的时候你大概带她到庙里去拜佛，她心里也不知道，嘴巴里讲了对菩萨不好的话。现在护法僧告诉我她是这个问题。听得懂吗？你小时候带她到庙里去，她心里想不好的事情。那可能那会儿太小吧，明白了吗？对对对。他还需要放生多少条鱼？好好放了。3000。
因为他属于残疾人，他特别想帮助大伙儿。现在他先把自己帮助好。对对对。没有能力帮助别人，先帮助自己。好好好。好吧。好好。好了。感恩感恩感恩。师父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没什么注意，好好的念礼佛。好的。你很多毛病听不懂啊？听得懂。好了，再见。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